谢谢小红社长的美言和这个称赞，谢谢他为这次展览成功的举办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努力，谢谢环球华报、环球文化基金的同仁们为这次展览做出的贡献，我衷心的谢谢他们。这次展览呢是继2015年呢，这个在 UBC 举办的第一次画展之后第二次，能举办这次画展呢，也是源于第一次举办以后的细心。我和温哥华结识呢是1987年，1987年我登上这个加拿大美丽的国度，在多伦多举办了87中国艺术节，是我主办的。代表国家，我们发来了一个集装箱，40个集装箱的艺术品，举办87年的中国节，非常的成功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对加拿大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。加拿大，美丽，草原，非常有情趣，非常接地气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我去过五大洲四大洋，去过那么多国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温哥华。站在这里呢，我是很有感慨，但是又不愿意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因为我知道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。来了这么多的议员，这么多的负责人，这么多的总裁，都是相当有自己的视野和地位，他们时间非常金贵，真是不忍心我多讲几句占大家的时间。但是我也想能够，既然拿到这个麦霸，我就当一次霸主了。回想起自己绘画的历程啊，我就觉得有很多人要感谢。我的脑海里经常的浮现我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杨老师，杨德芒是一个民艺老师，他在这一班的学生里头，或者这一年级的学生里头，四班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我。那会儿他有一次找我的学生，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你们班的这个艺术作业怎么都像一个人一起画的，我说老师这都是我画的。我也忘不了我小学5年级、6年级班主任孟凡德，是他在我升中学的这个小学毕业的操行评定上有一句：“邢真理，我希望你将来在美术事业上要有所成就。”这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孟老师在哪里，我很想念他。我也记得中学的美术老师魏宇峰老师，这个老师也非常喜欢我。在这个学校，北京24中后来的北京外交部街中学组织了美术的课外小组，我是组长。在那一年，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，6个组员，3个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。3个考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。我为什么要找工艺美术学校呢？因为这个学校管吃管住，还要给零花钱，可以买很多的课。这个日子就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学习要刻苦，来之不易。因为记得小的时候在北京，就在电线杆子底下。就是那个马路的灯光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前面是凳子，摆上纸自己画画，那是我最儿时的对美术的钟爱。后来参军了，做了军旅画家，我很幸运，我接触的都是当时部队的大家，是很有成就的前辈，年岁大一些的从中国来的先生们、同事，或者我的老师们，你们都应该可以记得，在50年代那会儿，全国挂
画叫十大元帅的画像，那就是我的老师，最喜欢我的吕文仪，是他画的。我一当兵就能接触到这样的老师，包括高权等等，也成就我在部队很年轻就成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军旅画家。但是不幸，我当兵三年的时候交给处理复员，因为家庭原因，我如果回来了，我就不成为后来的画家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美术杂志，文革以后复刊，就是恢复，就是创刊号，刊登了唯一的一张部队军旅画家画的画，叫《北国风光》，那是我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上面有一个人，我都不认得，我们差的级别太多，一个小兵和一个师级以上的首长，就跟我们这个下面单位长，谁都可以走，你们唯独刑侦组不能走，这是个人才。很有幸，去年我固定重游到青岛，通过我的战友，也是一个将军，他说这次你来小镇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说你帮我找到当年的老副长吕英，我这次这个画册上面的题字就是他提的。原来黄昼给我提过一些大家，我有他们的题字，但是我这次拿到吕英副长给我的题字，我倍感亲切。他虽然92岁，但是仍然关怀我成长。我们在青岛相见的那一刻，相拥而泣。第一面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老部长，您认得我吗？”他说：“好像面熟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刑侦旅。”马上就两个眼睛含着眼泪，让我特别激动。就是他成就了我后来在部队继续行走、继续锻炼。19年的军旅生活，也就是19年军旅画家的生活，是画出了很多题材，很多的油画和国画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从中国的最北端走到最南端，从渤海湾到东海，从多事东海到南海，从南海到美丽的西沙，许多许多的导演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所以我很喜欢大海，喜欢画大海。大海给我了一个很宽广的心情和很宽广的思绪，让我觉得人生活在世上就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。我自己后来就由油画转为国画，是从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大学招生，就是军队也可以去参加考试。所有的考生的通知书都到了，唯独我没有。第二天要到济南去参加高考，结果就舰队就问说：“刑侦你怎么没有发准考证？”浙江美院连夜给打了个加急电报，说：“刑侦你一位免就是免考录取。”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爱人怀着孕支持我说：“你不用回来，你自己在这儿准备功课吧。”我就得是要参加高考，要硬着头皮参加高考。但是我竟然很幸运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呢，我知道了什么叫学爱。在中国美院，就是原来的浙江美院，我领略到中国绘画博大精深。再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，在徐悲鸿纪念馆的熏陶，廖鼎文女士慈母般的爱护，以及后来像黄昼老师、吴冠中老师的许许多的大家，给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刻，使我对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。我知道，绘画是一个一生的
因为我的这个优势就是接地气，就是源于生活，所以在我的家里头养了很多的动物，像小红是的，不气候什么都有，这个这鸡，这螺，这些狗猫都是我养的，我养了很多，看着它们就能互动。这天这个我们来的时候，我那个我女儿的先生也是我女婿，他就指着那张那个鸡叫狗跟我说，指着那大公鸡，这就是我，那两个小的就是大夫，这终于就是他们老大伙儿，所以绘画还是很能够沟通人之间的心理。我不会英语，我英语很糟糕，他中文那个相当糟糕，他只会叫爸爸，我吃就是，但是他非常共同的非常喜欢，他很喜欢中国文化，所以通过绘画我们也能够感觉到，其实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、心灵沟通，还有一种就是绘画的语言。我基本上就是秉承的是，我以我手写真心，我以真心画真情，就是画我自己的感动。所以，在我的画室里呢，就能够有很多活蹦乱跳的。有春天的蓬勃生机，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感动。因为我的画室里有天窗，早晨起来五六点钟，阳光就洒在我的画室，我可以看到夕阳和晨曦，我可以聆听海的呼叫。能够知道白鸟啼叫，所以在这块田地里我很幸福，很愉快，忘我的耕耘。哎，想想实在是太多了，但是我就不想占大家的时间。这个，总之，今年是2017年，是我的第二次办。我希望就2019年相约温哥华，我举办第三次大会。希望大家能够再来给我提意见、表扬、肯定，使我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一直的走下去。谢谢。肖老师应该考虑将来要不要再做一个诗人。